狼牙有没有龙珠？龙珠刚被二姐抽完，你换个其他的吧。那还有什么？喏，咚咚乐，来一把。哎，你这都被别人抽的差不多了，肯定没有大奖了。那你得给我便宜点。喜欢喜欢，一毛一把，来吧。行，那我抽个猴子。哎，粘手。哎呀，这也不是吃的。哎，算了，不玩了。哎，你吃了果然皮多少钱啊？这个五毛啊。五毛？哎，我只有两毛。哎，算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两毛拿过来，我分给你两毛的。给，两毛了。给两毛。走了，老板娘。老板娘，给我拿个会跳舞的糖。会跳舞的糖是啥糖啊？就是一蹦一跳的，一蹦一跳的。还是没想起来。那如果我说出来名字，你能送给我一包吃吗？嗯，行吧行吧，你说是啥糖？哎呀，那不就是跳跳糖吗？老板娘，赶紧送给我一包。哎呀，你自己拿吧。嗯，拿一个红色的吧。老板娘，这个跳跳糖跳的也不厉害。给我换一包锁喉糖吧。哎呀，行吧，我给你拿。写的五包，你要哪一种啊？那我想要写的，但是我只有八毛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给你写个八毛的，但是只能写个第二名了啊。还可以这样？那老板娘，要不你收我六毛吧，给我写个第三名，剩两毛我还想买包辣条吃。嗯，那不行。不行那算了，那奖状我也不要了。哎，你回来，八毛拿过来吧，我给你写个第二名。最近你不是总想吃酸的吗？今天刚到的酸米酸。嘿嘿，走，老板娘。如果小卖部直播带货又段位，请从。老板娘，无花果多少钱？八毛。霸王丝呢？一块。你这有点贵啊。那你到别处看看。哦。黄金。老板娘，麦丽素多少钱？一块五。那香菇肥牛呢？一块二。那你这比之前贵多了。比以前？现在可是2022年，你买的可是情怀和回忆啊。钻石。家人们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，今天周六做活动，大辣片买一包送一包了啊！老板娘，大辣片怎么办？五块一包，买一包送一包。这里谁不知道我老板娘抠门啊？今天我直接五折，趁我没返本钱，赶紧买了，快告诉街坊邻居来薅羊毛。啊，真香！王者，来，马上10000单了哈！咱们这个大辣片香香辣辣，满满的童年回忆。好，10000单了，下播了，宝宝们。哇，老板娘，你怎么卖这么多单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可别往外传啊！第一，我用了千川，千川，这不是巨量千川碾货节吗？我领了好多流量红包，用了之后找我买辣条的人可多多了，我还给我的小店充了一点流量，隔了好几个村的人都知道我老板娘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你也给我来个大辣片吧，拿，送给你吃了。
哎老板娘，我昨天在这摆的鸡腿面包怎么那么小？你看一下。啊？哎呀，就剩一个大的了，还被我吃了。那还剩了一半，给你吧。老板娘，这个里面也没有鸡腿啊，鸡腿是不是被你偷吃了？哎呀，这里面本来就没有鸡腿。那我不管，它反正是没有鸡腿。你就给我换一个锁头条吧。哎呀，你事儿怎么那么多啊？哎，那一级糖和二级糖都在这儿，你自己选一个吧。一级和二级，那我要一个二级的吧。这不是吧？老板娘，这奖状你给我写错了吧？怎么写成倒数第一名了？啊？那应该是第几名啊？我给了你一块，你应该给我写个第一名。哦，对哦，那我重新再给你写一个吧。哎呀，那也晚了，我妈都看到了。本来说好的得奖第一名奖金5块钱的，现在好了，一分钱没给我，反而给我两个大嘴巴子。我不管，老板娘，你得补偿我两包吃的。哎，行吧，那你看你想吃啥？那你给我拿个一定葱吧，行吧。自己拿一个吧，拿这个吧。就是口老板娘，哎，是老板娘吗？别动别动。是老板娘。对，就是我。你要买啥？哎呀，我今天只带了两毛，有没有两毛钱的零食啊？每次都带那么少，两毛钱的酸梅粉，两毛的北京烤鸭，你要哪个？哎呀，我这些都吃腻了，不想吃了，又没有别的。别的要啥啊？别的大拉面有没有啊？大拉面5毛，你那钱不够。那你就卖给我一包呗。不行。哎，算了，以后再也不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非给你两毛的。以后靠点人啊！行，走了，老板娘。老板娘，给我拿个动动乐。啊？啊？抽吧。谁说我要抽了？我要每一个动动乐。啊？那也没有新的了。那要不这个便宜给你吧，1块。1块？啊？怎么那么贵啊？那我不买了，我还是抽一个吧。咦？脱肥？老板娘，我不想要这种，你给我换个冰冻的。现在天气冷了，没有冰冻的，要不你就冲我吃吧。哎呀，哎，老板娘，这冻冻乐又抽了一把，是不是再便宜点给我？哎呀，那你就再给我5毛吧。正好给，行了，老板娘。哎，不对啊，你昨天抽了一把还没给我钱呢。